大家好，我是 B-Way Bojun 陈伯君，很高兴可以在新的一年担任安利的创玩大使。霹雳舞的精神其实跟安利的创玩精神不谋而合。霹雳舞我们追求不断的突破自己，创意、热情，一位霹雳舞舞者这样职人所需要的精神。安利从2022年开始正式冠名赞助世界霹雳舞大赛，这个比赛是世界的十大赛事之一。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2024年的巴黎奥运已经正式纳入了霹雳舞这样一个新兴项目。安利这样与霹雳舞的结合，我相信让更多我们的下一代有国际观、远见，关怀很多不一样的文化，与安利这样一间企业的精神是非常相符的。所以这边我要给安利 big respect， 希望未来可以跟安利有更多不一样的火花。